买买提的2008 M1 新鲜出炉，小成本照样大制作。五颗子弹汇聚实力派明星，一场水戏累坏两大主演。欢迎继续收看中国电影报道。由天山电影制片厂设置的奥运题材电影《买买提》的2008马上就要和观众朋友见面了，而这部影片的主题曲 MV 呢日前也新鲜出炉，影片究竟有哪些精彩亮点？下面我们从 MV 中先睹为快。在风景如画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，有这样一个偏远的村落，村民们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爱好，那就是足球。这里的孩子常年在胡杨林中延绵起伏的沙丘上踢球，练就了一副好身手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足球天赋出众的他们得到一个承诺，如果夺得地区冠军，就能去北京参加2008年奥运会的开幕式。为了实现理想，12名小队员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努力。难看出十几名小队员在共同追逐梦想的过程中经历过失败的打击。也有过小小的冲突。在克服了种种困难后，球队以全新面貌亮相绿茵场，最终凭借一记完美绝杀征服了在场的所有观众。12名小队员在影片中还有着与世界足球明星同样响亮的名字，究竟他们中谁是罗纳尔多，谁又更像贝克汉姆呢？等到影片上映时，您不妨留心一一比照，对号入座吧。